好，刚才把背景画上来了，那下面咱们画一个滑块，画个滑块。首先找到了这个 Toggle View， Toggle View， 把这些都关掉。好 ，Toggle View， 刚才咱们大小已经确定了，然后呢，这个样子呢，背景里面出来了。那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？是不是画那个滑块？是不是？啊？画个滑块，咱们暂且叫做滑块吧。好，这个滑块默认的话也应该是显示哪里啊？是不是显示在把这个 K 给它挡着？是不是？把这个 K 给它挡着。那这里再来个 canvas 点做 bitmap。好，这里面呢就是来个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是 sliding 啊。好，这个是不是也是零零位置？也是零零位置。好，这个 paint 也是一样的，把它 paint。好，现在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。好，现在运行，看这个名字是不是咱自己的？是不是已经挡着了？对。现在呢，是不是不能动？你要让它动起来，应该干什么？是不是加时间？是不是加个踏取时间？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老的啊，先看老的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现在长得是不是跟咱是一样的？只不过它可以滑动，咱滑动不了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细微的差距。首先我要给它加时间，这个时间怎么来加？看我现在鼠标点击的位置啊，如果点击这个滑块的左半部分是5:4不动，是不是不动？好，大家看我点击这个位置，什么效果？它又滑那么多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点击的坐标的位置如果超过了滑块的一半，超过了滑块一半，这时候滑块的左上角的坐标应该设置为多少？是不是设置为我的位置减去你的一半？是不是？是不是首先确定坐标啊？啊，这个还比较容易啊，因为游戏开发里面都是这样来计算位置的，那个就比较复杂了。那现在我们来计算一下啊。现在我要想让它动起来，是不是要给它加触摸事件？触摸事件是哪个？是不是 onTouch event？ 是不是给它添加一个触摸事件？好，这个触摸事件我需要自己消费掉，直接来维护，自己消费，自己消费。好，讲手机卫视的时候给大家讲过，这个事件传递机制是不是要给大家讲？还没讲是吧？明天就讲，明天就讲。因为明天实现的功能就跟事件的传递机制有关系了，有关系了。好，这个事件的三个方法，到时候明天都会讲一下。今天咱们先讲第一个，就是 onTouch event，onTouch event。好，法务维护表示自己消费掉这个事件，就是事件不回传，不传递给它的副空间，比如说它的副空间是不是就是 view， 对不对？事件不会传递给它的副空间，就是自己消费。那现在我要在这里面怎么写呢？首先它是不是有三种操作？三种操作是不是就是按下、滑动、松开，是不是就三种啊？好，那现在我来个 event 点 get action 了，是不是 get action， 然后呢 motion event 的写法是三个，点什么呢？action 到，是不是就按下？好，这是按下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复制一下，我先写上，等一下我一起写代码。这里是不是移动啊？木是不是按住滑动啊？大家看一下，我按住是不是有可能滑动？是不是可能滑动？按住滑动是不是按住滑动的时间？还有松开的，比如说我在这里松开，是不是就直接回到原样了？啊，这是松开。所以我们再来个什么呢？就是 up 松开， up 松开。好，这是木，这是滑动，然后这是松开。好，这是松开啊，都写来个中文吧。啊，这个是移动，这是滑动。好，现在是三个方法。那现在这三个方法，我需要给它加时间了。首先要给按下加个时间。刚才我们分析了一下，我把那个图给大家再分析一下。F9 做个截图。好，现在我把它弄过来，弄到咱们那个画板里面来。好，粘贴一下，给它揪过来。好，我在这里面再给它剪切剪切。好，这里面来个这样。好，揪过来一部分。
现在我要给它做点击事件，如果我画的做一个标记啊，啊，现在太粗了，细一些，啊，弄个细线，好，中间有这么一条线，这叫它参照物，啊，这个红线作为参照物。如果你点击的红线的左边部分是纹丝不动，对不对？假设我点击超过一半了，比如说我点击的是这个位置，我点击的这个位置，那滑块应该显示在什么位置？滑块应该显示在什么位置？可能键按一下，它应该是移动正点位置吧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这段的位置和这个位置是不是一样的？能明白吧？也就是我点击是超过一半，点击这一段距离，它应该是往右移动这段距离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好，那现在大家知道这个需求了，我就好写代码了。那你按下的话，我是不是要获取到你按下点的位置啊？对不对？那按下点的位置就是什么了？是不是你动作呢？是不是就是横坐标？点 get x 是不是获取到的横坐标？是不是？好，获取到的横坐标可能一做一个成员变量啊，这个我弄成叫做什么呢？叫做按下的点就是单位point x 是吧？单位 point x 就是按下的点。好，现在我把它移到什么呢？移到成员变量，我把它移到成员变量。好，这是按下的点，我就有了。好，这是 down point x 就是按下的点。我获取了按下的点之后呢，我需要在哪里去画？大家看，这是我事件，我想让确定它的长相，是不是要靠这个方法？你现在是不是把这两个方法给它联合在一起来用啊？是不是这意思？也就是说，我在这里，你按下我获取的点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状况啊，看我按下是不是回过来了？我按下这个滑块是不是跟着我动？是不是？那我按到哪里，是不是滑块中心点都到哪里啊？大家看啊，我每次按下那个点，滑块的中心点是不是回到我按住那个点的位置？是不是？看，再来看一下观察呀。我比如说我按到这里来了，啊，这里来有点不明显，我按到这里来。大家看一下，滑块的中心点是不是回到我那个按住这个点的位置了？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我现在按下这个点的坐标已经获取到了，现在我是不是要让调用它来给我画一下位置？是不是画一下位置？那你怎么来调用它来画位置呢？怎么来触发它呢？这里有个方法叫做 invalidate 的方法。好，这个方法会触发 onZo 方法的调用，触发 onZo 方法的调用。也就是说，我按下完之后action down 按下完之后获取一个点坐标，然后呢就会触发 onZo 方法。那 onZo 方法在执行的时候，背景是不是永远不变？好，那个滑块的位置，这个坐标纵坐标也永远不变，是不是？横坐标由谁来决定？是不是由我单位这个点来决定的？对不对？点来决定的。好，那现在我就做一个判断，if 判断一下。好，我先写上来，然后等一下给大家优化一下代码。好，我现在在这里面先做个判断，如果按下的位置如果是小于谁啊？小于那个滑块的，是不是滑块那个位置？好，滑块那个位置就是这个滑块的宽度和高度有没有？咱还没获取是吧？来，滑块是不是有了？现在它的宽度我还没获取，所以我在这里面获取一下滑块的 get width 是宽度。好，这里做一个变量，可能一啊，做一个成局部变量，等级变量。好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就是滑块的宽度，滑块的宽度，当然可能一移到成员变量。我初始化到它的宽度是不是就有了？那这个滑块的宽度是不是也需要一下？背景的宽度是不是也需要一下？因为你要判断，等一下是判断是否越界，是吧？好，这里获取啊 get width 可能一做一个成员变量啊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 my background width 好，可能一移到成员变量。好，现在这两个高度就有了，首先是滑块的高度，滑块的高度。那现在呢，我小于多少呢？是二分之一，小于二分之一我是不是就不动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直接画什
上呢，是不是就画到这个位置啊？是不是这就是画这个位置啊？好 ，i 是一句，如果是超过了二分之一，那么我这个位置应该画到什么位置啊？画到什么位置？是不是就是这个点的坐标？点的坐标减去谁啊？是不是减去它的一半？是不是减去它的一半？减去它的一半，是不是就是我获取的这个相对值啊？是不是？能听懂吗？好，你看我的点击，比如我点击这个位置，画画是不是要回到中心点？是不是要回到我点击的位置？是不是？那它移动的位置是不是刚好我这段距离啊？是不是它的总上坐标的距离？明白吧？好，那现在呢就很容易去写了。那这个值也不变，好，保存一下，没错了吧？好，没错，来试一下，行不行？试一下看行不行？好，点这里没反应，行不行？是不是肯定行啊？看，是不是可以啊？是不是没有问题了？是不是可以啊？点的这里也没有，点的这里也没问题啊。这里是超过了，我还没做边界嘛。我刚才说了，等一下是不是要做边界？好，大家看呀，这里是没有问题吧？你不能让滑块是不是超过它的边界吧？好，点的这里是看，是不是就挡住了？好，点的这里，是不是刚好把这个挡住？啊，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吧？看我点的的位置，这个中心点是不是回到我鼠标点的的位置？看到没有？好，这个已经做到了吧？现在一个缺陷是什么？是不是就不能让它越界啊？好，如果不想让它越界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滑块的这个左上角的 x 值最大值应该是多少？最大值应该是多少？背景宽度是不是减去滑块的宽度？是不是？背景的宽度减去滑块的，那也就是说，我点击这个位置，大家看，我点击这个位置本来是这里啊，好，在这里，这是刚好是吧？刚好点击这个位置，那也就是说，我点击这个位置如果超过了什么？是不是超过了它的一半，再加上谁啊？或者说宽度的一半，宽整个宽度再减去滑块的一半？看图啊，有的哥们数学功力不是很好，那我再给你做个截图啊。好，这个再来一点，是不是这个图啊？把这个图给你截一下，咱们来算一下它的位置到底是多少啊？把截一下，把它弄过来，给它 C。好，现在给它粘到这里来，当然分析一下这个位置啊。现在这个位置呢，这个点，大家看啊，也就是我这条线，是不是我点击这个点的 x 坐标不能超过我这个弧线？如果我超过了弧线，我这个滑块是不是不能再往右移了？再往右移是不是就是显示不完全了？那我这个判断应该是判断谁啊？是不是判断 x 的坐标是不是不能超过这个弧线啊？那这个弧线处的 x 坐标应该是多少？是不是就背景减去滑块的宽度的一半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就是背景减去滑块宽度的一半？大家看一下，也不是，这是咱们的背景是吧？好，这点滑块的宽度的是不是一半？那要背景减去这一半，是不是就这个点的坐标？明白吧？如果你超过了这个位置，是不是就相当于它显示不完全了？那显示不完全，是不是只能显示到这个位置了？能听懂吗？好，那现在我应该怎么做？好 ，i 在这里面，如果是超过了一半，那我开始画，画的时候呢，是不是也要再做一个判断 ？if 判断，如果是 dot point x。如果是超过了谁啊？超过了咱们的 BM background 的 y 的值，背景的宽度减去多少？减去滑块宽度的一半，是不是？如括起来啊，括起来。如果它的值超过了它的一半，那么我们写个图示，应该是显示的是什么？滑块显示在最右方，是不是？滑块显示。在最右边，是不是？否则的话，是不是你是多少位置，是不是就显示多少位置啊？是不是就这段代码？好，格式化一下，是不是？好，否则的话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显示在点击的位置，点击的位置。
好，那滑块显示的最右边，我们这个坐标也很容易去计算。那么这时候它的 x 坐标应该等于多少？大家看，这时候的坐标，这个值的坐标应该等于多少？是不是背景的宽度减去它的宽度，对不对？背景的宽度减去它的宽度，所以说这个值呢，咱们就可以这样去写了，这个就不要了，是吧？背景的宽度减去它的宽度，是不是就搞定了？好 ，bitmap width 减去谁啊 ？bitmap 滑块的宽度，是不是就搞定了？好，现在我们加上这个判断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。哪个扩错了？这个它除以二是这样的，不是减完之后除以二，只是它除以二，对不对？好，看一下效果，能越界吗？现在是不是越界不了了？看，我已经点到这里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大家看，这里是不是没问题？这里是不是也没问题？看，左边不会越界吧？右边是不是也不会越界？现在是不是就搞定了？对不对？好，这个点击事件已经搞定了，是吧？好，下一步处理什么？是不是滑动啊？对不对？按住滑动，按住滑动，大家分析一下。按住滑动，这时候我要处理什么呢？是不是处理第二个事件了？我看一下 ，untap 事件，这是按下的，这边也有了。好，现在滑动，你滑动的话，说白了，是不是也要获取你滑动点的位置啊？你滑动点的位置是不是也要去更新？是不是一样的代码？就加这么一个参数就搞定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时候就可以滑动了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按住，是不是就可以滑了？看到了没有？是不是就可以滑了？是不是也不会出边界了？啊，没问题吧？对不对？这个已经可以滑了，看到了没有？不按住是不是滑动啊？这个已经没有问题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它俩事件其实是一样的。其实关键就是松开，你松开的话，我是不是也要获取到这个位置啊？我是不是也要获取到这个位置啊？那我获取到这个位置，我要去看一下，你一松开，我们看到了，现在就差松开了，这个是不是就搞定了？现在就差松开了，我们看老的，好，现在老的也可以滑了，是吧？好，现在我在这里一松开，是不是把这个挡着了？也就是不看它的位置，如果是你离这个近一些，是不是就打开了？如果你这边近一些，是不是就关着了？是不是？那现在呢，我在松开的时候，是不是要计算它的坐标的位置？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其实差不多是不是中间的位置啊？如果中间往右靠一点，是不是就是开的？如果中间往左靠一点，是不是就关的？那也就是说，我松开的时候，我看一下这个点的坐标，如果是超过了一半就是关，如果是小于一半，小于一半是关，超过一半是不是就开？是不是这意思？好，那现在我们开始写代码了。好，这里面就是判断啊，判断这个按下的点的位置，松开的时候点的位置啊，这个位置判断它的位置是否超过了背景的一半，是不是？是否超过了背景的一半？是否超过背景一半？具体写出是，如果是，那是什么效果？超过了一半，是不是打开的？是的话就是打开，是不是？否则的话就是什么呢？是关闭啊。否则的话就是关闭，关闭。啊，否则的话就是关闭。那现在呢，我要通过一个波轮类型的值来记录它的打开还是关闭。来个什么呢？成员变量。波轮类型的值呢，就是什么呢 ？is open。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我们刚开始是不是这样的效果？默认是不是就关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它波轮值的默认值是不是就 false 啊？你不赋值是不是也是 false？ 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我如何写我的代码了？那现在我要判断谁啊？如果这个 doing point x， 看咱们注释啊，如果这个位置超过了背景的一半，那就可能来个什么？大于谁啊？如果是大于超过了一半，超过了一半就是什么呢 ？bitmap 背景宽度的一半，是吧？如果它超过了一半，现在是什么？是不是打开的效果？那 is open 是不是就为 true？ 是不是
否则的话是不是关闭啊？否则的话就是什么呢？ is open， is open 等于什么呢？等于 false， 明白了没有？好，这是设的开关的，这是松开的时候。那松开的时候一松开，是不是也会触发这个方法的调用？你三个事件不管是什么，只要跳出了死维系语句，是不是这个代码都要执行啊？那这个代码执行的时候，在这里面安装方法里面，是不是应该做出判断了？是不是应该做出判断了？那判断什么呢？是不是判断一下你这个事件到底是哪个事件啊？如果是松开的事件，我是不是就开始它显示关闭或者打开就行了？如果是按下或者移动的事件，是不是就是这段代码？对不对？就是这段代码。所以说呢，我还要去记录它的状态值，你这个事件的类型是什么？好，这个来个什么呢？ int 类型就可以了。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这个叫做三个值是什么呢？action move action state。好，我写个 action state， action state， 这是它的状态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个状态呢，是不是也有三个？也有三个。好，这三个状态呢，我也给它写一下，我可以用一下，是不是？我可以借用一下它的常量啊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是按下的话，我记录一下你的状态等于多少，我是不是可以借用一下你的值啊？是不是？我又不用定义这个常量了吧？你是按下，我把状态是不是记录成按下的？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是移动，我是把状态记录成移动的，等于什么呢？等于 motion event， motion event 点 action move 是吧？ move 啊，如果你是松开的话，我是记录状态为松开的，啊，直接写到这里来就行了。好，记录这个状态是什么呢？是松开的，就是 action 的 up 是吧？ action up。好，现在我记录这个状态，我就好，划块背景永远不变啊。在这里面要判断什么呢？是判断事件的类型，事件的类型，事件类型，这时候我做了个判断。如果这个是 action state， action state 如果是等于多少呢？ motion event 的 motion event 点 action 的 move 或者 action state。action state 双等号等于 motion event motion event 点 down action down 是吧？ action down 如果是这两个的话，是不是执行下面这段代码？好，我把下面这个代码做一个抽取，抽取的代码是在哪里啊？ rect 是吧？好， rect 里面抽取方法，把这个方法写一下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 move all到，是不是？木五二到 ，OK， 木五二到。如果是执行这个代码，我就执行什么呢？是不是只要这个方法？啊，如果是按下的或者是移动的，是不是直接执行这个方法？那如果是 as if action state， 这里能不能直接来个 as 语啊？算了哈，我们还是先准确一点吧。motion event 因为有三个状态，这个是什么？是 action 的 up。这是不是松开的状态？对不对？这是松开的状态，这是按下的状态，或者什么呢？或者 down 的状态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松开状态。那如果是松开的状态的话，是什么？是不是判断是不是打开的？如果是 open， 是打开的。如果是打开的话，是不是这个状态？那这个滑块应该滑到哪呢？是不是这个位置？那这个位置貌似咱已经最右边是不是已经做过了？好。如果是打开的，是不是就显示在这里啊？那 as 是不是就是关闭的？那如果是关闭的话，是不是画在初始的位置？那初始位置是不是就零零的位置？就是零零的位置，这个直接改成零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测试，看效果，可以了吧？超过一万，是不是可以了？可以了吧？对不对？我一松开，是不是在这一半？好，大家看中间这一半啊，我一到这里，是不是超过了一半？是不是打开的？对不对？好，滑动也可以，是不是松开也可以啊？你不管怎么滑，一松开，是不是肯定是要么开要么关？它不可能停留在中间吧？能听懂吧？好，那现在呢，这个就基本上就搞好了，基本上就搞好了。那现在呢，你只是中看不中用，你做的挺帅，但是功能呢？是不是没有啊？
只能看不能用是吧？那最起码切克 box 还给咱有一个什么事件毁掉，是不是看下切克 box 是不是选中的？那这样的话，你是不是也应该给我提供一个功能？是不是看开关打开的话，是不是有个事件？开关关闭的话，是不是也应该提供一个事件？是不是这意思？那这样的话，我要再来个什么？是不是有个接口毁掉啊？好 ，interface， 来个什么呢？toggle change listener 是不是就可以了？啊 ，toggle change listener， 啊 ，toggle change listener， 好。那我们在切个 box 里面复选框里面，它那个事件有个什么？是不是有个 boolean 传递过来？那这里我也模仿一下它，我有一个方法啊，就是什么呢？我要看怎么模仿一下，模仿像一下切个 box 的事件是怎么写来的？check 的清洁历程呢？是不是就这个？是不是？check 的清洁历程，我看它的方法。我直接来个 new 一下它就行了，是不是？我直接 new 一下它，我就知道它里面的方法叫什么名字了。然后来个什么呢？封号结束啊，这里来个 Ctrl 一，是不是实现同样方法？是不是 check 的清洁的例子呢？好，现在模仿就模仿像一些，把它方法拷贝一下，是不是就行了？好，这个名字咱也改一下，这个什么呢？toggle 清洁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开关改变啊？就是 toggle 清洁的。是不是也有两个参数啊？这个 boolean 是什么？是不是 is open 啊？是不是 is open 啊？好，这个组件是不是咱自己的组件？好，自己的组件呢，没必要给它传递过来，是不是？好，那这个我就不给你提供出来了。好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操作。不要那个 overdrive 不要，是不是？我要把状态给你，是不是？我要把状态给你。好，那你要想获取我这个组件的话，我这里是不是也可以传递过来？那个透过 view 了是吧？我可以把自己有是不是也可以传递给你啊？是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就是我当前这个组件？啊，这个模仿的完全一样了是吧？好，那现在我这个做了之后呢，我是不是首先做一个 set 方法 ？set 事件是吧 ？void set 是不是就这个事件 ？set 这个事件，啊，这个来个什么呢？这个 listener。然后呢，我需要定一个什么？是不是成员变量接收一下 ？private 好，这个事件叫做 my toggle change listener 好，这里直接不用负责，直接声明一下就行了。然后呢 my toggle change listener 就等于多少？是不是 listener？ 是吧？接口回掉传递过来，传递过来之后，我是不是调用方法把这个值给调用者？因为调用者是不是知道它是开关打开还是关闭啊？是不是？那我在哪里去调用呢？大家看一下，我这个事件里面有一个，是不是在这里啊？我设置为 true 是不是设置为 false 啊？对不对？你不管为 true 还是为 false 都要干点什么事情？是不是调用啊？是不是都要做调用的事情？好，调用的话要做一个判断，防止是不是人家不传递一个事件啊？有可能人家没有设置事件是吧？好 ，my listener 如果说是不等于呢，是不是先做个不为空的判断？如果不等于呢，我才调用谁啊？是不是就是咱们刚才那个 toggle 清洁的方法？好，这个是不是传递 this 了？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咱内部内里面写的，说的 toggle view 点 this， 是吧？我当前的 view 传递给你了，哎 ，this， 是不是？第二个是不是 is open 的值是不是也传递给你？是不是这意思？是不是我就把这个值是不是回掉给你了？你就可以去用了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好，我写上这样的代码，现在我要去用了。我在 main app tt 里面，大家看一下。我首先要获取谁啊？是不是获取我的组件？打开谁？给他来个 ID 吧，是不是？给他来个 ID， 好 ，ID 这个叫做什么呢 ？TV toggle view TV 好 test 好 TV， 然后呢，我在这里面去获取一下是吧？好 toggle view 好 TV test 等于 find view by ID。R 点 ID 点这个 TV 是不是这个可能一哪个强转？那现在呢，这个组件你获取到了，你是不是要给它写事件监听啊？好 TV test 点 set toggle 清洁的意思呢，是不是自己写事件？好，自己把这个事件覆盖一下，分号结束，可能 shift 加 O 导报，是不是就搞定了？那现在是不是干你的活是不是就行了？那干你的活是不是获取回调结果？如果是打开咱们那个吐司
啊，吐司打盐效果就行了。吐司点 make test 上下文，然后这里来个什么呢？打开，打开，然后这里来个什么呢？零，时间小一点啊，零，点秀是吧？点秀，然后呢，这个是 add， 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关闭是吧 ？add 就关闭。好，我们先来测试一下，咱们写的代码肯定是有 bug 的，先来测一下。好，现在我来实验了啊，现在我滑，一松开，是不是打开的？没问题吧？这个没有问题吧？好，再来一次，是不是还打开？如果已经打开的话，你弄一点点，是不是就不需要再告诉你打开了？是不是这意思？要不然打开的是不是太频繁了？只有你断开切换的时候，我是不是敢给你做事情毁掉，是不是这意思？要不然你掉的太频繁了。那所以说我这里面应该怎么搞，在 up 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做一个判断是吧？如果说你大于它，并且呢 is open 是关闭的，是不是敢给你做断开的切换？那如果是关闭的话，我这里是不是来个感叹号，对不对？来个感叹号 as 的话，这里需要不需要 as？是不是也需要？好 ，as if， 这里再来一个，如果是把这个弄一下，如果它是小于它的，是不是就关闭了？并且呢，它是什么？它是打开的，是不是才是做关闭啊？对不对？才做关闭。但是呢，我这个代码写到哪里去了？少了个括号是吧？少了个嘛？明明少一个括号，就一个括号啊，多了我一下都看出来了啊。那这个呢，大家看呀，我这个判断写到这里来合适吗？是不是也不合适啊？只有你断开改变了的话，我是不是该执行了？是不是这意思？否则的话，这个是不是每次都要执行啊？每次都要执行。好，现在我代码改成这样，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。好，现在是关了吧？啊，现在我打开，是不是打开了？好，消失，不会有反应吧？因为现在是不是一直是开的？好，现在把它关掉，是不是关闭啊？好，这个关闭已经有效果了，看是不是也没有重复打印啊？好，这就是咱们这个滑块的功能，懂了没有？好，滑块功能，那你这个组件其实还是比较炫的吧？对不对？最起码比 checkbox 长得要亮一些吧，对不对？那比 checkbox 长得亮，那你以后想用的话，也没必要像咱重复写代码吧？跟咱刚才的一样，是不是也做个抽取啊？啊，也做个抽取啊？好，抽取一下，建个工程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 toggle view 的 library， 是不是？做一个内库啊？好 ，IT 黑马，然后来个13，我们也做一个抽取啊，我们也来个抽取。然后呢，首先我给它改一下，改成什么呢？是不是内裤啊？好，改成内裤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哎，左边老师发怎么发到我这里了？好，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啊。那现在呢，我要把我的 view 给它弄过来是吧？我把 view 给它弄过来，是不是就这个 toggle view 啊？复制，把 toggle view 复制过来，这里啊 toggle view 这个就不要了是吧？好，粘贴一下，这个就不要了，给它删掉，删掉。好，现在资源拷贝一下，这里的资源拷贝一下，找到咱这个 res， 是不是就这两个背景图片？它用的也不多啊。把这两个图片呢拷贝一下，拷贝到我们这个 res html 下，然后再把谁啊？它需要不需要布局文件？不需要吧？它这里面就没布局文件，现在是不是就搞？它没错了，是不是就搞好了？对不对？它已经搞好了。那搞好之后呢？别人是不是要用我的？那别人用的，我就再写个 toggle view 的一个 demo， 再建个工程给他们用一下啊。好 ，toggle view 的 dev， 把它们用一下。13，好，下一步，好 ，finish。
首先我右键按个什么呢？导播是吧 ？ADD 这个选择 Total View 的 Library 是吧？好，运行一下。然后呢，我在这里面去用一下啊，找到咱这个布局文件，布局文件。然后呢，把这个组件改成谁啊？改成咱这个 Library。怎么又发了一遍？好，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。这个是这个啊，先弄咱的啊，先别管那么多啊。这个类已经发生变化了，是不是拷贝这里的类了？是啊，把右键复制一下，复制一下这个全称，然后呢放到咱的这个，这是 library， 这是用法是吧？好，找到咱工具文件，给它调换一下。啊，这个就不要了。然后给他来个 ID 是吧？给他来个 ID， 叫做 TV， 啊 ，TV test， 啊 ，TV test， 然后来这里面去获取一下，这个代码跟刚才是不是一样的？对，拷贝一下，就是换了一下位置方式而已，就这个代码。好，复制，太多了，全部关掉啊。全部关掉，换成这里啊。好，给它粘过来。这个导侠包是吧？可能 shift 加我导包，没问题了吧？好，现在我们用一下，看行不行啊？右键运行，看名字是不是变成咱这个了？透过 view 代码，是不是打开了？好，现在再来一下。好，关闭，是不是关闭啊？好，这个就可以用了，是吧？好，这就是咱的自定义 view， 自定义 view。好，这个就搞好了。好，每个案例呢，咱们都做了一个分离。啊，你以后写代码也可以这样去做。啊，以后你在开发的时候，辛辛苦苦写出来一个组件，一定要学着它重用。啊，写好之后呢，放到GitHub上，给大家 QQ 群里面发一个，大家都给我点个赞，然后呢用一下就行了，是吧？啊，这个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啊，你们要提高你的知名度。是吧？有名了就有钱了，是吧？啊，你名气越高，你的收入就越高，是吧？啊，就是这个啊。好，这个。